欢迎光临大金 iLife 生活馆，让我们看一看大金家用中央空调对我们创造怎样舒适的 iLife 生活。随着住房条件的改善，面积超过100平方米以上的两房两厅住宅或三房两厅住宅、复式住宅以及别墅住宅迅速增加，使用家用中央空调代替传统的分体式空调，逐渐成为21世纪家居理念的发展趋势之一。早在1969年，大金就在日本率先开发了第一台采用冷媒的家用多联系统。30多年来，经过不断的实践与改进，使其成为目前世界上完善和可靠的家用中央空调之一。它只需一台室外机，并可连接多台室内机，不占更多的室外机安装空间。其众多的优越性能赋予了 iLife 生活体验的丰富内涵。Interior 自由设计性 ，Intelligent 智慧节能性 ，Individual 独特便利性 ，Inventive 创新安全性 ，Ideal 理想舒适性。Interior 自由设计性，王先生从事建筑装潢，很注重空调设备的系统设计。他选择了大金家用中央空调，是因为它的设计自由，安装灵活。如果您家是120平方米以下的两房两厅一卫，那您可以选择一套超级多联系统。如果您家是120平方米以上的三房两厅两卫，那么您可以选择家用 VRV 系统。如果您家是别墅，那您可以选择大容量 VRV 系统。室内机有多种款式，可根据装潢风格和房间用途自由选择。超长冷媒配管，使用单向电源等特性使设计更灵活。Intelligent 智慧节能性，您是否担心家用中央空调的用电量太高？大金家用中央空调拥有行业顶尖的 COP 值， COP 值越高越省电。当四联室内机在额定容量运转时，当单台室内机在额定容量运转时，效率都得到了更大的提高。其优势在于它采用了大金独自开发的磁阻式直流变速电机，它与传统的交流和直流电机相比，效率提高20%以上。该技术获得日本电气工程学会授予的第54届创新奖和技术进步奖。高效的直流变速控制实现了迅速启动、精确恒温、高效节能。此外，获得日本机械业促进协会第32届主席奖的新一代摆动式压缩机，以及 PAM 脉冲调幅控制，更有效地提高了节能效应。李女士是一位资深会计师，选购家用电器时，她比较看重节能性。大金的节能性家用中央空调满足了李女士的高要求。Individual 独特便利性，中央空调运转时是否能得到优先享受呢？大金精心设计，特别推出了业内独创的优先房间设置功能。使用这项功能，可以将容量优先分配给已设定的优先房间。若优先选择了客厅，客厅里室内机的容量会因为得到优先分配而增大。艺术家张先生访客很多，客厅便是最需要优先的场所。大金精心设计的优先房间设置功能满足了张先生对家居生活的个性化需求。 Inventive 创新安全性，安装家用中央空调，您是否担心会有漏水现象？是否更担心故障的出现？大金家用中央空调采用冷媒配管，
与传统的用水管的中央空调相比，安装后无需担心管道的漏水隐患。另外还有自动故障检测功能，一旦出现故障，故障代码会自动显示。同时大金可靠的售后服务体制，24小时对应您的故障维修需求。 Ideal 理想舒适性，大金家用中央空调拥有行业顶尖的静音性，室内机低风量运转时仅27分贝，另外还有各种先进的送风机能，使整个房间都能达到均匀的舒适效果。大金还为您准备了全新的光催化空气清洁器，它拥有除臭、净化、健康等功能，并产生负离子效应，疗养身心。陈女士家有一位可爱的小宝宝，舒适的空调加上清新的空气使她非常满意。这就是大金 iLife 生活提案，它为每个家庭设计各自追求的舒适生活。无论是公寓还是别墅，尽管建筑形式和房型多种多样，大金拥有从分体式到多联式的齐全的产品阵容及各项出色的性能，以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当您在考虑如何为您的家配上最佳的空调系统时，只要找到大金，保证让您得到一份满意可靠的解决方案。享受大金，享受 iLife 的至尊生活。